最近总刷到这个视频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，就是一个鲁班进入对面红区推红 buff， 推三次把红 buff 推到离防御塔最近的草丛里，就像这里推三次之后就能推进草丛。因为这个 bug 在地图上显示其实红 buff 还在，但是对面打野永远找不到，于是我也是